二阴之数，属于三叶，一之以便未用，必求其广。八卦不足，则众之而为六十四卦。六爻不足，则行之而为三百八十四爻。又不足也，更推其变于序，而成先后天各一焉。又不足也，更推其所本合落之数，掩之而为干之甲子焉。上不足也，更就甲子之所变，掩之而得纳甲、纳阴、合身、合律以及五律、六气、七星、十二辰，种种象数，以尽其变，而明其用焉。故凡言象数者，无论何类，莫非一之变也。其数同，其象同，其为气行同，其为二五同，故其用皆同。虽名不同，其实无不同也。盖皆以二五分合，深刻相推未用，故无不同也。名乎此，则名诸象数。而所谓纳阴之用者，一指之长矣。按纳阴数以余数计者，即以统数系先后天之合。